主料：蘑菇150克，鸡蛋50克，韭菜20克，五花肉50克。辅料：油、盐、葱。准备时间：10分钟内。制作时间：10到20分钟。蘑菇撕成小段，搁水里焯一下，后劲捞出控干。葱姜蒜切好，五花肉切细丝。先爆锅后，将葱姜蒜和五花肉煸炒，然后入蘑菇炒一下，加适量的水。10分钟后，加韭菜，加适量的盐，加鸡蛋，出锅即可。烹饪技巧：好吃的一道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 News 点 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